渡染完了以后啊，就是这个效果啊。那么一列飞羽呢，在这儿同染一下，就是黑的了啊。这个也是，这可以同染一下，把这个黄斑呢露出来。这一列呢，把这个白斑露出来啊。这边呢，将来要照折墨啊，头部啊，用中墨啊，中墨淡一点，可以出点痂啊，把这个头部的中间啊这部分啊放在这儿墨啊，给它染开，往后带，往上带啊。这是赭墨啊，或者叫栗色，或者叫棕色。在这下边呢，先打个墨底子啊。这个黑毛的部分啊，要用比较浓的墨啊，但是比这要浅啊，浓墨把它染一下啊。中间呢比较重啊，到外边三分之一啊，给它染淡啊。周围啊染淡，这个眼睛旁边也是这样啊，衬托着眼睛啊，四周完外以后啊，给它边上给它染虚了啊。在这个地方呢，它有两撮黑毛啊，这个地方黑的绒毛。